王者爱玛，天下无双。欢迎大家收看由中国销量第一的电动车品牌爱玛独家冠名播出的《爱玛天下无双》，电动车选爱玛，爱就马上行动吧。站在我身边的依然是我们的大眼睛的明哥王阿宝。我长这么大头一次听说我大眼睛，我觉得挺感动的，谢谢你。是吗？是吗？啊，我这种赞美的方式比较好吗，阿宝？非常好。那太好了。那其实呢，今天晚上都会有六位的模仿者和阿宝同台。那经过这样激烈的比赛之后呢，现在只剩下两位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这个胜出的两位呢，那其实跟您的声音是更加接近了。是。那不是就是更挑战我们下一轮评委的耳朵吗？可是我们下一轮的评委，这个可是难不倒他们。其实他们就是每一位离开舞台的前几位的模仿者。这个对于他们来说，想听出我的声音太容易了。太容易了，掌声有请复仇者联盟评审团，有请。这几个评委也非常的好记，两个露胳膊，一个露腿。好，三位复仇者坐到了我们的评委席，也希望你们更加的努力，找到自己的音乐梦想。好的，阿宝，那要跟他们说什么吗？其实他们几个如果唱最后一首歌，也会唱得很好啊。可惜提早下去了，反正你们做回评委也补偿了。好，三位啊，刚刚已经在台上了，进行了多轮的这种比拼，我们第五轮的比拼即将开始，大家很懂规则了，对不对？你们将背对我们的舞台，用你们的耳朵，用你们密探的心，呵呵，来听出剩下的三位演唱者究竟谁是阿宝的声音，谁是其他模仿者的声音。这一定难不倒各位。我们的比赛现在开始，请转动评委的沙发，来听我们这一轮比拼的歌曲，叫做《葛凉凉》。歌凉凉这首歌呢，它是山西保德县的民歌。哥哥妹妹你就找，你找好养生啊。它这首歌主要是力度非常重要。对了，爸爸的那个歌凉凉上，拿出那种吼的那种感觉来。我希望各位选手唱歌能够跟这个音乐相匹配。我在那丢哦，看着亮的那个哥哥妹妹，你就找一找要上。白亮亮那个布衫衫穿在呀妹妹的上，哥哥呀那个出门向你见你呀接不上个样。像小鹅一样嘛，一颗颗苗，有两颗颗的嘴苗，那就是咱二啊。你在你那个哥俩俩上和哥哥呀，我在那丢哦，看着俩俩